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五夷五成，取二三策而已。仁者无敌于天下，以致人伐之不仁，而何其血流之无也。如果完全相信书上面的每一句话，那么倒不如无书比较好。即使是《周书》五成篇那么纪实的书，当中也只不过有两三页可信。比如书中记载武王伐纣的事：“仁者无敌，以武王那样的智人去讨伐纣王的最不仁，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又怎么会弄得杀人的血竟多得可以把舂米的杵扶起来的地步呢？”老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。书的可信与否，在于写书人的品格，怎么样来定记录的真实性。孟子看到的《周书》五成篇已经失传，现在的五成是说纣王的士兵前列和后列自相残杀，才造成血流飘杵的惨况。后人认为这些内容是伪书啊。子将《论语》，能以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木匠和车匠只能把做圆做方的方法交给人。但没办法教人怎么做的巧妙。先生教人只是以一种基本方法教授，求学者要自己用心，自求心悟，才可以领悟当中的妙理。你们下达可以用言语传授，但是上达就一定要靠心里的领悟。老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。为学成一项技艺，分为方法的一面和功夫的一面。得到了方法，就要有功夫，才可以令技艺熟练，继而工巧。禹之范，丘如草也，若将终身焉，及其为天子也。魏征一鼓琴，二女果，若故有之。禹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吃干饭和野菜已经非常知足快乐。即使贫穷一世，他也不介意。直到他做了天子，穿着彩服，弹着琴，又有尧的两个女儿侍奉，又好像禹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本来就是这样的。
圣人不会受环境所影响，不论富贵贫贱，始终如一，随意而安，穷不怨而达不骄。老师，这下我完全明白了。啊，那看下一个故事吧。身不行道，不行于妻子，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于妻子。自己不依正道行事，就算是亲密的妻子也不会愿意接受。差使他人不用正道，就算差使妻子也行不通。我当初怎么嫁给这样的人呢？人必须先正自己，然后才可以正人。自身不正的人，其他人就会拒绝接受这种不正。老师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人是理性的动物，不合理、不合正道的行为或者指使，就算是亲密的妻子，如果超过情感容忍的界限的时候，就不能接受了。周瑜利者，凶年不能杀；周瑜德者，邪事不能乱。有钱的人，就算发生饥荒，也不会饿死。道德高尚的人，虽然身处乱世，也不会迷失心智。饥之后，则用有余。平时注重道德修养，心存礼义，行为自然就会合乎礼义，就能经得起乱世的考验。老师，就是要不断修养德行，要做到有备无患。有备无患不光是指物质，也包括心理和行为在内。钱财谷物上的准备周全，就算是饥荒之年也不会饿死。所以道德修养深厚的人，就算身处邪恶的时代，也不会行为错乱。好名之人能让千城之国狗非其人，善食豆羹见于色。喜好名声的人能够把千辆兵车的大国让给其他人。我现在就把千城之国的国君之位让给你做了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跟尧和禹一样那么神圣伟大？但是，若不是真正看清富贵，那么就算少掷一篮饭，一碗汤上面都会反映出吝啬的本色出来。好名之徒，大事勉强自己去做，所以不欲察觉；小事往往被忽略，却易见真情。老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啊。在好名的前提下，让千城之国给人不是真正的慷慨，而是希望得到名声。如果不能得到好名声的话，那么在膳食豆羹这些微薄事上也会表现出吝啬，那才是人的本性。记住，不要揭别人的短处。请问子嗣先生，您可以推荐几个勇士给我吗？陛下，在当今之世，我认为只有勾践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勇士。勾践的为人又勇敢，人品又好，所以有很多诸侯都很想招揽他。我觉得不行。陛下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？听说他以前身份卑微的时候，曾经偷过两个鸡蛋。这种人怎么可以统领我的大军呢？选用人才和木匠选用木材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让木匠选择，那么木匠一般都会选择长一点的木头，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会砍掉一些不需要的或者是损坏了的部分。出色的木匠绝对不会因为木材